开一个藕粉，这一罐是500克。里边是带坚果的，我去，这勺有点大，都挨着吧。这个你们可以早餐喝呀，或者是，不想吃饭的时候，特别有饱腹感。然后来点凉水，给它和开了。然后再来热水，一定是100度烧开的热水啊。然后要不停的搅拌，一定要快。好了，这就冲好了，看黏黏糊糊的，尤其是早上的时候，你喝一口真的是老热乎，感觉浑身都充满了能量。它是微微有一点点甜，然后里边还有葡萄干，吃到葡萄干的时候就是那种酸甜的，吃到坚果就是那种香甜的感觉，微微有点甜，不是特别甜。